恭喜四号刘思雨，恭喜思雨，祝贺你，有团心会给思雨颁奖。 而刘思雨也将收获奖金5000元，祝贺你，校花蛋，跳得漂亮！下面的时间要由朝夕会宣布本场统一先成功漂亮先购总决赛的总冠军，恭喜吴芳。 五号，香萌萌，祝贺你！五方分数，五方颁奖。同时还有属于总冠军的权杖，请去往你的总冠军之位吧。 也谢谢今天晚上所有的美丽的女孩们，谢谢你们在过去这3个月的时间里面的辛苦和付出。我觉得最后的结果既重要，同时显得也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每一个人在。